打开遮阳帘，空调调到23度，风力调到1档。遮阳帘正在打开，温度设为23度了，风量调到1档了。我好热，搞定了，风量帮你调高了。打开座椅通风，座椅通风已开启。导航到西服，结果是第几个？第一个。我发现当前导航音量为0，你会听不到导航播报哦。打开蓝牙音乐。好呢，可以在手机上选择喜欢的音乐播放哦。为何绚烂叫人扑空？为何爱让人我牢笼？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？为何超人借我的心困守？100 kilometers. 100 kilometers.
还看得清。